波，我是萨风手小贾，我是低音提琴行手韦胜。欢迎大家3月8号的晚上7点呢，来到我们到银行音乐厅，我们有一场爵士音乐会，题目叫做《跟着爵士去旅行》，因为我们要带大家穿越不同时空中的爵士作品去旅行。欢迎大家来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好。